行的啊，这里没放辣，你先吃着，饿了吧？放了辣椒的好看，他不吃辣椒。就我的叉子，你没有筷子呀？我没有，筷子都使没了。这啥的呀？我给你做的都是鸡肉、火腿、玉米粒儿，就是特殊的他们。都加玉米的，谁是加玉米的呢？都有，都有玉米，而且有鸡肉。正常两样，跟你多加了一样。来吧，少来点吧。没事，咱辣椒我能顶住。那再来点，再来点。我知道，我总搁他家吃。完了，大哥，那我来半生吃呗。来吧。OK， 三克油。好了。是，我这正常放的。我说。不是这个，不要，你不要这个啊。